好，演艺圈的 Me Too 风波呢，目前还在持续的延烧当中。我们来看前一阵子先被爆的这个是艺人哦，黄建伟，尤其他的人选之人非常的红。当时他在里面饰演的长官呢，还帮底下的人处理性骚事件，没想到自己卷入了。好，那这个女子呢，她控诉当时啊，在拍片期间呢，那黄建伟就开始对她哦非常的亲近。那在有一天，这个黄俊哦，按照女方的说法呢，是呢，黄建伟呢明明就知道他不舒服，他要吃安眠药，他要休息哦。结果呢，当女方吃完药之后，隔天起来哦，他就全身裸光光哦，一丝不挂的。那当时女方说哦，说黄建伟有告诉他哦，他们有进行性行为等等，女方真的是傻住了。好，那女方最后在结婚的时候呢，她的丈夫是一名律师，那她就跟她的丈夫呢讲了这段过程。那丈夫觉得不可以这样子哦，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。好，那这名女子呢，被害人说出来之后呢，没想到获得部分网友的攻击，让她这个压力非常的大。那一度哦，她选择了就是轻生，但随即被救回来了哦。那他只希望黄建伟可以跟他说声对不起，但黄建伟目前的声明就告诉大家没有这件事，没有这件事。好，那另外一个呢是金马导演呢游志伟哦，他也是涉嫌性侵跟性骚，那被害人也都有出来讲哦。那他告诉大家哦。游志伟呢是在2005年获得金马奖前夕呢就已经是犯案了哦，包含了像是有台湾啦、对岸啦，很多国籍人上看是有30个人。那他的犯案手法是什么呢？好，就是第一个哦，这个W 小姐哦，她的自白，她告诉大家是在2018年的时候哦，那游志伟呢就约她到他家里去呢看电影，那看电影当中呢也有喝一些酒，那就开始越来越靠近，直接呢就在地上开始摸他啦，哦，爬到他腿上啦，摸他腹部，摸他大腿啦。女方就说不舒服了，想走了哦。那准备起身的时候呢，随即呢被这个导演呢直接给压制、强吻，从脖子开始到揉胸了。他吓哭了，说不要。没想到变本加厉哦，把他内裤也脱了，最后是强行进入。好，那针对呢这样的一个性骚跟性侵的这个告白呢，他也认了，他有时候对不起，但也不晓得他是不是没有当作一回。没事呢，还是自己太白目？因为在他脸书过程当中呢，还在 PO 要征室友啊，那是室友呢，还只是限女性而已。所以当时很多网友就开始在底下留言呢、骂他，说你都不晓得，你都已经被烧到 Me Too 上面了，你还要再去征女性的室友，这样子对吗？啊，他也随即把这篇文章给下掉了。好，另外炎亚纶这部分呢，现在呢又被挖出来，他早在之前啊，这个耀乐第一次告诉大家说他的不雅影片外流的过程当中，外流时候哦，那一段时间，那么炎亚纶的前男友呢就曾经哦就讯息给这个耀乐，告诉他哦不要外流张扬啊等等。那当时没想到炎亚纶的第一句话，他居然是讲说还好，毕竟我没有露脸哦，这样的话，所以呢也是让人觉得是蛮伤心的。好，再来是黄子佼哦，黄子佼呢涉嫌了性骚，第一时间道歉之外呢，他也开地图炮，总共扫了13名的艺人。那大家就开始讲了，他手上有5个节目跟1个广播节目，那会不会其实他没有办法能够复出？因为毕竟现在的事件正在这个话题上面。但是现在有一丝的这个曙光，因为呢他的另外一个节目啊叫做《大老板联盟》呢，预计7月14号要开录。那制作单位也讲哦，目前并没有要换掉主持人这样的一个打算。那到底能不能7月14号准时开录呢？那也要看黄子佼当时的心态状态是如何，以及他自己有没有意愿要回来。好，就是目前关于在演艺圈 Me Too 目前的一个最新的进度。好，再来看到昨天资深艺人呢廖俊呢，他忍不住他也去告了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个女网红呢，她在网络上面就影射他哦，影射说有一个大佬哦，资深演员呢曾经对他性骚，那话点得很明啊。他说这个人是中风了，是大家眼里的好爸爸，也常常演好爸爸啊，看到他的代言就觉得想吐了等等。那虽然是没有直接点名谁了，但当时底下有网友留言说是廖俊吗？那没想到这名女网红呢在底下有回复，就认证说网友你讲的是对的。但廖俊要告诉大家就是没有这件事情嘛，所以昨天他去提告了。好，那现在网友呢挖出了这名女网红过往的一些黑底。比方说呢，这名网红啊，他的脸书跟 IG 呢，还有很多人把他的黑历史挖出来，像是什么，
2020年啊，私自啊团购了口罩，然后来去卖，这是违反了药事法。也曾经呢诈骗男友，说父亲呢要开刀住院啊，医院逼签本票等等，依照诈欺罪起诉。那现在呢，用这件事情呢去影射这个廖俊啊，那私下呢他也跟廖俊讲了说，没有啦没有啦，我讲的不是你，我讲的是秦伟。不过呢，廖俊也因为这件事情呢，被他的厂商代言人呢都很关切嘛，因为有可能如果真的话，他损失就要百万元了，所以呢，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所以要正式的来提告。另外刚刚不是讲到黄子佼吗？黄子佼的部分呢，待会我们会再来跟你讲说有关于大小 S 的目前的最新的进度哦。那关于这个廖俊的部分呢，我们来看到昨天的最新画面。最近这个所谓 Me Too 的代志哈，演艺圈已经乌烟瘴气了。因为本来我不知道事情那么严重啊，事情是这样，大概在七八年前啊，就说有一个艺人靠拉小提琴为生，要卖掉他的小提琴，我跟他无缘无故啊，他带他妈妈来，来了以后，我就拿10万块给他，他的我说没关系，这10万块是帮助你渡过难关。我跟他只有见过两次面，他妈妈都在场，我怎么性侵他？他说我把他拉到我的公司，因为我跟他讲我的公司在附近啊，我的公司底下有守卫呢，怎么把他拉进去呢？我代言的厂商也打电话来。廖大哥到底什么事？所以我本来是要息事宁人，形象变成一个什么犯，他用影射，他没有说我，但是影射所有都指向我啊，包括他现在跟我讲，他不是指我，那个他指的人是已经进去关，但是我现在不告不行。李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一定要告。那么在这一次的演艺圈 Me Too 风波当中呢，有人是扫到台风尾，不同的事情又被挖出来。那是黄子佼当时在他的道歉直播当中呢，开地图炮嘛，扫了13名的艺人，其中提到了他的前女友小 S 跟大 S 还有具俊晔。他告诉大家说，当时他们有在吸毒，不过随后第一时间大小 S 有发声明驳斥。但没多久呢，狗仔葛思琪呢就上节目告诉大家说，他不只认识一个药头，这个药头是认识大小 S 的，甚至还说汪小菲之前爆料都是真的。对此呢，大 S 的经纪人就发声明驳斥，说已经请律师来搜证了。那么小 S 呢，深夜也透过脸书表示呢，说葛思琪呢言论都没有经过查证，已经严重侵害到大小 S 的名誉，所以将会正式对葛思琪提出告诉。好，那在国民党的部分呢，有人讲了，国民党在性骚事件部分呢是吃案吗？好，这是在六月初的时候呢，国民党他就接受到了一个性骚的检举，检举人是谁呢？是一名在线的记者，他告诉大家时间点是今年的3月22号，当时他去参加国民党举办的媒体参叙，那么在离开的时候呢，郑正贤跟他握手，但是郑正贤呢居然是抠他的手掌心，全程大约是有10到15秒。那事后呢，国民党就牵结表示说，双方啊对这件事情的认知是不尽相同的，但是都同意到目前为止就好了。但原本以为结束了吗？没有，后续还有。这是一个网红啊，他叫做黑心律师哦，他在脸书上面po出一篇文章，他说这名记者呢刚好就是他的学弟，他学弟对这件事情国民党处理态度觉得有问题，觉得是在吃案。怎么说？因为当时国民党呢跟学弟访谈之后呢，就传了一份事件说明给学弟哦，那言谈当中呢，学弟是误以为这一份书呢应该是访谈的笔记吧，或是国民党内部要留作档案的报告他要求学弟要签名，但是他发现内文当中的这一段话，他觉得怪怪的，因为是双方点点点也都认为本案可以告一段落，那他认为这样不对应该是要改一下，最后改成是本案在国民党调查的部分呢到此告一段落，那国民党也说 OK 好，这部分是可以修的，但修完之后呢也没有回传，然后所以学弟也没有签名嘛，那没签名之后呢，
他是在隔几天才发现国民党居然用新闻稿的方式来告诉大家，哦，整件事情都已经签结就已经完毕了。但律师要说的是啊，没有啊，我学弟这部分是没有这么说的，也没有签名啊，也没有认同说这样就 OK 啦，居然是看到新闻稿才知道说，哦，国民党你认为这样子结案了。所以到底有没有吃案呢？今天郑政贤也首次面对镜头谈论这件事情。就那天其实党团的一个媒体参叙，那我们跟所有的媒体都握了手，然后来的时候握手，走的时候也都握手，所以我也不晓得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子。那党部也没有跟我讲说是哪一位记者，所以我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是哪一位记者。其实我们也握了几十年了，然后也都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我想在座的记者应该也都跟我握过手，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还蛮不能够理解的。嘿，这样的一个指控我就完全子虚乌有，那也没有性骚扰的事情。继续的不实的指控，做这样的不实的政治操作的时候，那需要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提起那个诉讼的部分。那到目前